果然在这儿。你们两个去他房间看看，有没有其他证据？正所谓山水有相逢，做了亏心事，溜是容易，可再遇见，岂不是很尴尬？哎，王少侠，时辰不可以上，我呢着急启程北上，没顾得来你酒醉未醒，有。 不周到之处，来，不妨我请你吃个冰镇西。本少爷不爱吃瓜。李神医，你这么着急走，是因为朴二皇吧？跟朴二皇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上了锁的柴房，你是如何进去的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方少侠，我呢看到朴二皇一直在惨叫，于是呢逼着人心，我就进去瞧了瞧，看了看，还顺手撬了个锁，那多多少少有点技能呀。啊。 编排真是顺畅啊，只可惜你走太匆忙了，也没确认人家朴二皇死没死透，万一还有机会开口呢。哎，方少祥。